他们得到教主，下一步就是开启天空之眼，一定要毁。 没问题，这单我接了。一个是天珠城的王子，一个是正义的卫士。你到底是谁？记住，我叫道圣。没有我道圣搞不定的事。咱们先是搭档，咱们只是暂时达成共识。 我们要解除这邪力了！没人能够抵挡教主的力量。今晚要让神族的劫难变成他们的末日。教主必须要毁掉。来自他们，我想决定。我有个计划，完美计划。敢这样对我，那是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很高兴，我们三个能并肩作战。